咪講一講啊！神照寫法就係留意呢個位啊，最靚就係將呢個位收筆上再落，呢個位要記住，即係冇咁樣樣，冇睇出得滯。歸字嗱，佢呢嚿嘢就已經包含咗咁樣啦，所以轉一個圈落嚟嘅時候咧，佢就已經係呢嚿嘅，呢嚿嘢就唔見咗。佢有呢嚿噶嘛？就用呢嚿，就重疊呢嚿兩嚿，咁即係一個七，就係兩個七再放落去。個框就係呢個，就得，就咁嘅意思。所以呢個手要好熟，你可以由下邊開始練嘅。衰字啦，隔離嗰個佳字與冇佳字都動落嚟先。手字啦嚇。可以向上的，向上，或者我好像咁連咗三個都向下，再兜上去都得。右字下邊睇唔清，可能睇下邊一畫兩畫。如果你一畫都得嘅，都有人咁做。警示，騰四個騰字啦，呢個又唔同啦。騰四個騰字，我兩點兩畫，但係上次寫嗰個星字咧，邊星叫做星字啦，兩點。不是兩畫先，是一動先，再兩畫。咁嗰邊變點嘅啦？我而家呢個就都係一動。嚇，睇翻寫字可以有呢嚿，又可以唔可以咁樣寫都得噶。不過有時佢習慣上會咁樣搞。呢個成字嚟，咁樣可以呢個就等於呢個畫畫嘅，即係呢一個畫畫。咁啊兩下咯。就睇呢兩個，再一個橫畫就係呢下，跟住就撇打變咗靚啲。聖母，中為土灰，灰字嘅正式寫法係咁樣，係咪？唔使出頭嘅，通常都係咁樣寫，就係咁樣。老 K， 旗字上面個筆字可以咁樣，你簡單啲就咁樣得啦。簡單啲係咁樣。福力力字咧，佢其實係咁樣。咁啊，通常都用嗰種和字，個林字入邊啊，呢個係林字啊，即係咁樣樣，咁樣樣，一動兩動，一畫兩畫咁。下邊個子字啊，可以加點，可以冇一點就得。咁啊，自在千里，滅事。帽子啦，學過啦。不過呢個帽子就唔係咁啦，定時係咁樣。今次特別啲，向下斜橫嘅個擺位比較顯準啲。但係如果你擺得唔好，就成個字歪嘅。練字，咁啊，大致上係咁樣。呢個係曹操嘅一篇名句嚟噶，叫做《龜衰壽》啊，曹操。咁佢本身就。他是一個比較悲倉豪邁的人，寫嘢的時候因為經過戰爭有輸贏，所以他看的東西比較通透，也都今次用了一個辯證手法，是很漂亮的。神龜雖壽，神龜真的是中國古代的一些傳說中的神龜來的，有靈性的，相傳活了不知2000年還是3000年的。但是神龜雖然有成3000年那麼長壽，又有警示，仍然都是會有死的一刻。警這裡是指 圓滿結束的意思，沒有了完成有結局嘅，咁即係佢點都會死。騰蛇，騰蛇係嗰啲有翼嘅飛上天嗰啲蛇靈蛇啊，成毛同埋成毛，但係都會跌落嚟變咗土灰，佢都有長壽極都會死。即係話有靈性嘅動物都會有死嘅一日。我哋始終係個皮囊嚟嘅啫。但係老騎復力自在千里，普通嘅馬仲要老嘅。騎本身係指靚馬，安徒殺騎個騎啊。啊，有個賣馬養馬的一個高手，有個仔，佢話阿仔你去出邊揾匹靚馬俾我，咁樣牽過嚟啦。咁啊，阿仔就話：咁阿爸咁咩叫靚馬？哦，眼有少少突出嚟嘅，咁啊，只後腿好發達嘅，啊摸落去好實正嘅嚇。咁同埋低沉啲叫叫嘅時候咕咕咕咕咁樣樣。跟住個仔出咗去揾咗半日，揾咗只青蛙翻嚟咁樣，就大髀好發達嘅。
咕咕聲嘅，同埋隻眼突出嚟嘅，嗰個就係奇啦。咁啊靚，當然嘅靚媽咪咁噶啦，靚媽真係後腿好發達嘅，嚇咁啊叫奇。好多字都係，嬌字都係，嬌字本來嘅意思唔係驕傲，係指啲又唔知五尺高定六尺高嘅靚馬。咁啊，雖然只馬老咗嚇，唔可以征戰沙場，唔可以駝好多貨物，伏力就係趴喺嗰個馬槽附近。志在千里，睇我嘅雄心壯志然都係喺度，希望奔向原野啊，希望去上場殺敵。人都是一樣，烈士暮年，年紀大了。當時曹操不是很暮年，曹操那時連八達通那個65歲那張兩蚊都拿不到，曹操50多，好像53年，好像54，他寫這篇的時候，諸葛亮都是50多歲死的，所以但古代來說64是很盡的了，即70歲80歲那些已經是成精的了嘛，所以他這個年紀，他都是暮年了，已經頭髮崩白了，穩定後繼人了，已經我找曹丕啊、曹植啊嗰啲，咁啊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，同只馬一樣，即係佢呢扎嘢咧都係臭皮囊嚟嘅啫，都有死嘅時候。但係如果個人有鬥志咧，有胸襟咧，就可以跨越時間、跨越地域咁嘅意思。咁但係呢個未完嘅，我會再下個星期再寫。而家練一練先，一陣我示範張大，試一試先，決定性噶啦。咁即係話你下邊嗰啲咧？大致上你都知道就係要咁大，好難講啊！呢個位啊，即係預幾多度啊？你鬼知預幾多度？即係總之就有經驗咯，大概預咁多譬如。
字上面寫得咁重壯大，下部分。差唔多，中間空間可以放。呢個應該辣多好啲，如果唔係壯，呢度。好寫呢隻字，直接掉呢隻翻。嗰邊寫過嚟掉啲。唔使掉，你都寫。唔好將咁大。